You okay? Okay. Just take right. 加油！加油！加油！大家哎呀，都太没有时间休息了。嘿嘿！嘿嘿！哈哈！哦 ！Mobi says the gesture. We are. We are.We are哦、我是来自于博老师的接招，然后我叫梦迪，谢谢。那个梦迪就是耳朵，他是带助听器的。期待你们的表演，加油！不管了噻，就这个了噻。看跳的再说，看跳的怎么样再说。DJ drop the beat, come on.冲冲冲！这个舞种就是要充满自信的，就是要有魅力的。论状态 ，emotion， 我觉得我们还是挺特别的。对，只要不忘动作，这个舞绝对就是完美的。我抢的吧哈！小宝又是 KOD 冠军，咋整嘛？这五个大汉可不得，我们只 call out 五个人的。我三个人，再等等吧。每一位的表演，我觉得都很精彩啊。那要不我们先来投票吧。三、二、一。太难熬了，谢谢老师，谢谢四位亲爱的队长。意想不到就是四票都过了，可能是当时现场表现得太好了吧。对，不好意思了，四票。哎，我发现得四票的人都很少。哎呀，一不小心得了四票，我也不能骄傲，那我就是得四票了，连白个机会都没有。整体的画面是很干净、很利落，整齐度非常的到位，该哪个角度就是哪个角度，包括到之后的一些设计，比如说唱歌，
然后单人的这些技巧性的动作，到后面有暖场的动作，然后结束之后有自己一个喊拍的一个特点的往后走，整体都非常的好。编排卡点各方面我觉得都很完美，期待你们以后有更精彩的 Viking 的表演。太棒了太棒了，那个唱歌那个 part 出来，哦，我以为是一个歌手，你知道吗？我其实真的挺喜欢 Viking， 而且我从我来这里第一天我就开始学到今天。哦，来一个哥，你最近在学的那个动作，哇哦哇哦，来一个，来一个，我在小宝面前要先说，没有关系的。哇！哇！可以啊，打到后卫了都，可以。没想到的我。像不像样？所以我特别容易喜欢这种作品。我也是因为这次参加这，我又燃起我对 Viking 的兴趣。我里面其实很欣赏山金，还有小白兔子，我觉得他们都很优秀。希望我有机会的话，争取他们加入我的战队。恭喜五位，谢谢，恭喜！谢谢四位队长，五个人的基本上都过了。现在剩几个位置了，哥？现在寥寥无几，应该还有十几个吧。还是我们王一博队长的时间 ，DJ Alone Drop the Beat。Judges, three, two, one. 首先呢，先恭喜我们的王一博队长获得了我们这一条毛巾。也请同样把掌声送给我们的王嘉尔队长。王一博 battle 太专业了，这下我感觉王一博是来拿冠军的。王嘉尔也很厉害，他少了一点炸场智囊团，我觉得。王嘉尔队长可能比较用心在那个故事点上面。王一博队长跳得太溜了，就是太专业了。我觉得刚刚应该要弯帽一场，然后因为我本身我个人还是想再看一场。我问一下，在这两轮 battle 之后呢，两位对于这一次 battle 有什么样的感想？有什么想说的吗？人生第一次 battle 好玩。啊，我真的太爽了，因为好久没有 battle 了，好久没有这种气氛了，真的玩得很开心，谢谢。最后让我们四位裁判来点评一下这一场精彩的 battle 好不好？首先觉得还是两边真的都很棒，然后这边这次更加让我感受到对这种音乐的不一样的理解，有很多音乐的切分和音乐的表达是用整体画面去配合的，那个整体效果特别刺激，然后很棒，然后这边我不得不说创意满分，然后我其实真的很开心的，真的感觉到你玩得很开心，而且一开始上一辆机车，最后开一辆机车走，这个头尾衔接，哇哦！不是因为我听到这个音乐，一开始我想的是那个 Mario Kart， 噔噔噔噔噔噔噔，所以是。结果只有我一个人这样想 ，OK， 很飞，蛋蛋老师。那么我觉得一博这边让我最震撼的
是这么短的时间你居然可以和队员完全融为一体。所以在我看来 crew battle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crew 团队的力量，让我看到了在你们的身上，所以我给你们。就是今天的这个 crew battle， 我们拿出的是类似于打国家队比赛的那种专业的态度以及技巧以及手法在里面的。那我们的王队长也在里面担任了很棒的一个 leader 的角色，因为他有个人部分，所以说他个人部分完成好，那我们的团队的东西才会更好的去衔接去进行堆叠，产生最后的效果。所以点赞棒棒棒，放礼花痛。我 battle 完之后，我感觉好像大家对我的评价还不错，也知道大家是什么样了，也知道自己该怎么往方向哪个方向去走了，然后同时也回到这个街舞的这个气氛里了。我真的觉得哇，大家玩嗨了就会很轻松。对。